暴风巨神，配合旋转高速离高速轴心，还在转呢，已经打败一这么久了，还一直转呢。我要放放暴风巨神。那我派出地狱三头拳。还没，等一下嘛。山什么山？一二三，到台湾。台湾有个阿里山。一二三，到玩数学。一、二、三。地狱三头拳攻击他的暴风巨神，呀、啊！你看，被我打飞啦！不幸运的一直被我打飞，看来你的对手就只有妈妈而已。不行说。对呀、啊，妈妈没有打。妈妈跟你一样放下去就结束了。这个怎么用？没有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哦，轻轻的就好了。接招！看我的，地狱三头拳。我不行，卡住了，还不行。给宝宝看一下。还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为什么不行？这样子啊！三、二、一！哇！啊！锵！把我弹你弹走！耶！我得赢了！你的那么晚才下来！哈哈哈！他今天好不？三！还没，等爸爸一下。地狱三头拳，糟糕，好像撑不住了。你的还在旁边转圈圈，在准备攻击。地狱三头拳停下来了。耶，我在。